这两个好神奇，真的太神奇了。那个云现在全都是红色的，哦，彩霞，嗯，有可能是灯光，这就有点很难解释。右的，那个灯是右灯的。老白，问路上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彩霞。哦，我一看还是个灯，彩虹的，这个人就飞过去的烟的。啊，对，枕边的。哎，还是真有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而且它是在云的上面了，你看云倒吹过去，对这个三角形都没影响，都对，云都是透的，就很清晰啊。嗯，这就是那个是不是外星人的飞机哦？科幻片里面，科幻片里边的一个飞船。哎，你有发言权吗？这个航空航天的从这个，我是皮毛，我只能。我只能听他们瞎说说。燕姐管的地方更高，更高，更高。我等这个是，这是航空，我是航天。我靠！好吓人啊！陈哥啊！我靠！这个事情老大了。我们真的。真的人生尽失一次，好吓人，太吓人，好清楚啊，是吧？越来越大。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。真的是，应该都走大运了。我拍到了。我也拍到了，我刚刚被拍到，这就是华为的力量。我也拍到了，我现在真的好清楚啊。